零到有，从未知到认知，香港特色的一种东西来做我们餐厅的主题，因为真的有很多回忆在里面。现在大排档真的没有太多地方可以尝试到，希望把这个大排档的文化去展开。世界的奇妙之处在于，我们明知它漫无边界，却永远有出发的勇气。感觉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开餐厅简直不容易，勇往直前，永不回头。希望他们进来不单单是吃饭。我们有热血，有热爱。好了，我给你。心之所向，梦之所及。人生在世，不止于此。我们在这颗星球上，好像从未停止过探索。所以，何为开始？源于我们不拘一格，我们敢想，更敢做。夜观逐浪，一路向阳。你觉得有机会我们有打湾仔的夜第二季吗？有机会，我觉得应该有，因为这个已经热身好了，第二季我应该更丰富啊。那我们就充满信心了，充满动力了。谢谢，承你们的贵言。下次开就先找人入股才去开店，找人投资。对啊，又是少讲。对啊，他对我们有信心吗？对啊，其实所有的飞行嘉宾来都需要入股。那谁再敢来做我们的飞行嘉宾？什么是结束呢？当不再以时间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，结束也是新的开始。日夜更替，万物流转，人生在世。不止于此。